脱下来，那个也是。Alina， 我没想到你会那么 sexy。有没有开车？可不可以来来接我？我真的觉得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可以这样呢？我们来这里干嘛？那我们上次拍影片的时候，你说我很棒，我都没有男朋友，我想做爱。我没有说的我很我就是说哇，我没有男朋友，我一切都保演。那我真的没有男朋友。但是想不想做爱？有时候。你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做爱？不告诉你。Okay. 我以为你要说刚刚。算一下，现在午夜是不是？对。三月已经两个月没有做爱，你们想是不是夸张？所以我也觉得很夸张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所以我带你今天这个地方。走来吗？跟谁？等一下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不喜欢你。不要，我有咨询，我有咨询，他也会反对。如果我们一起有关系，你们两个我也不要，我不好意思。我要给你介绍开放的、很辣的、很帅的不湾的男生。但是现在你这样穿有一点不行，他们不会对你有兴趣。我现在先带你去拍性感的照片，可能你要这个脱一下，然后。我们来找男朋友给你。你怎么会这样子？我真的不会去换衣服。OK， 我要换什么衣服？你要脱衣服？我说错了，去脱衣服。Diana 老师帮 Alina 找到一个好的厉害的炮友，因为他自己是什么？两个月没有做爱，没有男生。小问题，小 case， 我来解决。这个。脱下来，那个也是。Alina， 我没想到你会那么 sexy。我觉得你要打开你的手、就是。打开我的手？你觉得大家都要看得到我的胸部？不然为什么我叫你脱衣服？不要拍你的屁股，你转过来。哇！天哪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男生看到已经。请你们有钱的人约我，没有钱的人不要约我。我们打开它，然后Alina在这边，我们翻两个照片，但是一个是我们翻了正常，什么正常的也很性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我们要翻多一点，让更多人吸引我们。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写我们的名字，然后在这边地区，台北市，对，台北市的性格，你的性格怎么样？很凶。有没有这个？哦，好像没有。温柔，谢谢你，温柔的女人。5 minutes later， 看我们刚刚一下载了这个 APP， 一分钟，我们就有很多男生。哇！现在我们来看，我们继续看男生。其实刚刚聊我好几个男生，那就我觉得这个很 OK。你看，因为他说啊嗨，你好漂亮，身材也很棒很高 ，blah blah blah。我觉得有一点礼貌，因为他懂对女生要怎么样子。因为有一些男生他们说啊 ，hello， 我的鸡鸡18公分，恭喜你。所以可是这个我觉得比较好，因为这个比较有一点比较礼貌跟有一点浪漫的感觉，因为他说啊你很漂亮，我很喜欢这样。而且你看他说他的身高185，你看那么高，我170。你要不要 send voice message 跟他聊天，还是直接打电话给他？当然要。你说你要打给他。好，你说要不要聊天？他说五分钟后他回答给你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。喂。喂 ，Hello。哦 ，Hello。你还好？啊，谢谢你，你的声音也很好听。不是声音，你的照片更吸引到我。真的吗？我发那个几张照片，那就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看的？很喜欢，当然是那个裸点照啊，上面女生。很多人都会发多大尺度的性感照，但我还是觉得你拍的形状比较美啊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乌克兰人吗？
我觉得那个形状真的是很喜欢的。那不说了，讲的真的有点害羞。是你说的其他的女生也会那个也会那个穿这种的非常性感的照片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多哎，它这上面真的蛮多，看的真的都是很亮眼。不好意思，我问你那么多问题，因为我目前没有跟其他的男生聊过这件事情。可是那个我很好奇，请问你想你之前有没有约会过其他的女生？是有啦，我之前约不少，跟我约过的女生，他们都还会再跟我再约。哇，你那么厉害，那因为很帅，还是因为你的小鸟很大？大当然大，而且我持久啊。不过更重要的应该是我懂得制造情调。你平常都那个会穿照片给女生看看吗？照片如果有想看的话，我是很想的。有想看的照片吗？啊，对啊，我也要看，我要检查一下。你冲过去了，看到了吗？有看到了。我真的觉得很不错，很不错，真的很好看。那就这样子，你有约我吗？今晚上吗？不是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工作，可是我好像下个礼拜有时间，可以跟你约。没事，我们下礼拜约在那个。比较少，那我们来给这个饭馆去附近的旅馆这样。哦 ，OK， 可是那个，我要问一下你有没有开车，可不可以来接我？当然可以啊，你可以在车上玩一下。哦，这样子很浪漫。你是一个疯狂的人，跟我一样，我很喜欢。啊，那就我们见面再聊，等一下时间给你确认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等一下再讲，继续再讲。好啊，好啊，电话联络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觉得他聊天很不错，所以我等到期跟他见面，看看他演本人。而且你看，我们其实没有跟大家说，但是我一直跟艾丽娜说，艾丽娜，我们要拍你的胸部。但是她说，啊，我的胸部很小，我不要拍。因为你的比较大的，我羡慕你。啊，不要羡慕我，没关系，很多人羡慕我。不是这个，我们就想了一个很好笑的方式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就用了他的那个拍这个，我们用他的手拍，好像这样子他的胸部，然后我们放在 APP 里面，超级多人真的相信是他的胸部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，女生，我们给你们一个小的 tips， 如果你们的胸部没有那么大，但是你们要很小很小，很小，如果你们表。就是你们好厉害，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式，而且我没想到大概五分钟内已经那么多人想跟我见面，所以佳娜，我给你讲，你下个礼拜我不好意思，不要再约我跟你在一起去玩，因为男生很多，我下个礼拜一定很忙。我要跟很多人、很多男生见面。你们知道我在台北只有一个好朋友阿丽娜，已经没有了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都说她很忙，她不要跟我约。OK， 你离开，你去跟你的男生，你去。娜，我不好意思，谢谢你，下个月见，明年见，拜拜，爱你们，敬你们，帮你们，下次见。